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示现成道之后就开始教学。最早在鹿野园，学生只有五个人，乔成儒他们五个人。那么纵观世尊的一生，一直到他老人家灭度，49年没有一天不教学，天天都在做这个工作。那也许有同学问了，这是着重在解门呢、行门呢？殊不知，解门就是行门，解行是一，不是二啊。把它分作两节，解也错了，修也错了。我讲华严，清凉大师分全经为四科，信、解、行、证。四就是一，一就是四。华严经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原则、大前提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所以，欧阳靖无说，佛法非宗教，非哲学。哲学里面讲的多元不是一元，一元不是多元，一元跟多元是对立的，佛法不是。佛法一元就是多元，多元就是一元，所以佛法不是哲学。怎么行在解中呢？你理解了，你的观念就转变了，转变就是行啊。你的生活行为，你的生活享受，决定生起大变化。没有觉悟之前，我们的生活苦恼啊，觉悟之后叫生活自在快乐啊。没有觉悟的时候，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觉悟之后能够随顺外缘，能够随顺佛的教诲，随顺一切众生的生活方式，不再执着了，所以他得自在。觉悟的人才能做到，迷的人成见很深，觉悟的人把成见通通放下了。诸佛菩萨觉悟之人也能够随顺一切众生，你说这个东西是我吗？我就随顺你，这个是我，这交换意见就方便了吧？这个叫随顺众生说话。他自己心里头有没有执着呢？没有，确确实实没有执着。这个是觉悟人呢，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之处啊。因为我们执着这个身是我，麻烦大了，于是起心动念呢，要照顾这个身体，要照顾我啊。诸位想想，一切自私自利的念头就从这个地方生了，不但要照顾我，还要照顾我所。有我怎么样？总希望别人随顺我。菩萨不用，菩萨我执破了，所以菩萨能很顺众生，众生难呐。无我，跟一切人不对立，没有成见，放弃成见，你才能够随顺众生，有这个东西就不能随顺了。有贪嗔痴慢疑，你怎么能随顺？所以随缘不是容易。佛门的标准，没有自私自利，没有贪嗔痴慢，没有名闻利养，这才能随顺。头一条啊，真正懂得之后，你一定会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。为什么呢？不顺法性，这个是违背法性的，这个是为识所变，就是设法界的由来。真懂得真明白了，一定随顺法性，不违背本性，那么你所接触的境界就不是设法界了。
这个法界叫一真法界，这个法界叫华藏法界，或者叫极乐世界。怎么肯过十法界里面的生活？不可能嘛！要让自己的意识随顺智慧，怎么个随顺法呢？随顺经教，经论的教诲，你一定要有坚固的信心，决定不能动摇。经典上字字句句都是如来自信里面流出来的智慧，你要肯定这一点。诸佛如来的自信跟我自己的自信无二无别，所以我们随顺经典教诲就是随顺自己的信德，这个信念比什么都重要啊。我们怎么随顺？我们能够把一切万事万物都看成阿弥陀佛就随顺了。阿弥陀佛是信德，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，这随顺了。这个方法妙极了，让我们凡夫也能随顺了。一般大乘教里的，你没有证到圆初住以上，你没办法随顺的。这个有办法，不敌凡夫，烦恼完全没断，能随顺，这还得了吗？我们真的要把念头换过来，人人都是阿弥陀佛。我们有一个杂念，蚊虫蚂蚁阿弥陀佛，树木花草阿弥陀佛，山河大地阿弥陀佛，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。我们就随顺心得了。三世心念法师里面，中峰禅师讲：“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变法界、虚空界从哪里来的？是我心变现出来的。”慧能大师说得很好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阿弥陀佛就是自信，自信就是阿弥陀佛，能生万法。万法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万法，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，这个就是巧入无声。给诸位说个最简单觉悟的方法，念阿弥陀佛就是觉悟，这个话是真话。方法很简单，义理非常之深广，如果你真的读经不会开悟，听讲也不会开悟，你就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念佛，念到个三年五载或者十年八年开悟了。可是你要真念啊，怎么才叫真念呢？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，那是真念，那个才管用。念念都是清净心，清净心里头不夹杂丝毫污染，叫做净念啊。相即是不间断，这样的心求生净土，那是必定得生。我们在这里去做，这真是功夫。你真正去做，给诸位说，这个里头快乐无比呀、啊，哪里像现在过得这么可怜呢、啊？过得这么痛苦啊？你为什么这么可怜？为什么这么痛苦？你放不下了，你放下就安乐了，就自在了。凡夫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？佛家讲上上根人，上根立志，刹那之间啊，转迷为悟，他就成就了。凡圣之格呢，只在一念之间。一念迷，这就凡夫；一念觉，就是佛菩萨。所以学佛学什么？学觉悟而已。我们为什么不觉悟？天天在学，还是不觉悟。不觉悟的原因，未能随顺佛陀的教诲，原因在此地。如果佛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真的把它做到了，我敢说你这一生当中决定成佛，不是成罗汉成菩萨了，
决定成佛啊。